一整年的素材我都没有收集，然后今年今年半年中间半年的素材我也没收集，所以说素材大部分都是这几一两个月的，或者说更早之前收集的素材，所以素材不一定会有那么顶啊。而且说实话，清干你的素材有点偏拉扯，换遥遥领先是吗？真的吗？你换的是哪个呀，小红？冬天真的太冷了。你在哪？你在南京对吧？南京我在，还有谁在南京？我没记错话，有不少，我还去过南京玩过呢。南京朋友应该不少的。操，好痛！哎，我天赋带退，我靠，我带了卡尔玛的，还不错。确实，做集锦吧，我觉得我这现在缺的就是集锦做太少了。我不会被误导，我好像错过了一场球。啊，饺子，你就在南京吗？什么？饺子老师在南京吗？好像是。Okay. 哎，真的呀，饺子。哎。刷杀戮干什么呀，我靠，贱人。你这个操作吧，这剑就玩挺好的。我这把感觉没太认真操作。有个很精彩的机器是我和艾尔上路那波。说实话那波我自己没感觉那波有多秀的，你知道吧。就很烦，你知道吗？集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不秀的操作。但在大家眼里看起来非常秀，你知道吧？就我觉得很普通的操作，在大家眼里就看起来就很秀，你知道吧？就所以我能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很菜，有的你那些小心思我可能并不知道，我只会觉得很普通。但是如果你一打二反杀了，虽然你没有什么操作，还会觉得哇，刘备好厉害，一打二还能反杀。原来是这样子，没有，不是看不起弹幕啊，你这别尬黑啊，还是你是尬黑的？是。就是我自己当时打的时候会感觉不到，你知道吗？当时打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自己这波怎么样，因为我就是叫什么呢，走位啊，还有那些躲技能啊，就暴行中将换来同样的。但可能集锦确实要求也没那么高，集锦其实要求没那么高，你只要这波打得够帅其实就行了。所以我现在我挑素材的时候我都要求放得特别低，我现在集锦我捞自己捞的素材要求特别低，只要我觉得这波还看起来还挺帅的，只要弹幕有夸帅的，我就把那波素材抠出来，到时候后面备用。对，集锦其实主要图一个爽，看着爽。一闪要想多用的话，得多去分段不高的局玩。像分段不高的局，打一天就可以捡一个集锦的，真的。就比如说，我去打一天黄金，一天就可以捡个集锦的。就比如说，我要去打一天黄金的话，真的，一天可以捡一个集锦。低分段是最容易出素材的。主播怎么跟换了个人一样？今天。我失去耐心了。我请牛白来了。善与恶就行走于我们之中。对，今天就打那个黄金，打了两把，还一把就有一个五杀了，对不对？输的概率还挺高的，有一说一。你很懦弱。被玩弄在鼓掌之中。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由我来处理。进化大，就像是你们经常能在，就比如说那个一技能撞断那个波比的 E， 对吧？就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一技能撞断波比的 E， 不是被拉到好多集锦里面去了吗？那波素材，我跟你说，我一开始都在犹豫那个要不要当素材，你们懂吗？
就是那个一技能撞断波比，那一波我都在犹豫要不要把它当素材，但犹豫了一下，当时有点懒狗，不知道捡什么，就干脆随便吧，就这个吧，就随便捡这个吧，就把那个当一个素材捡出去，然后大家才看到了那波集锦，大家才看到了那波操作。有耐心才是好猎人，否则就是死猎人。就那波我，这件事结束时，你也只会感觉就你们懂吧？那波我一开始我都没打算放那波出来的，就是很多素材都被埋没了，你懂吧？有很多那种很酷很秀的素材。嗯，视频得转型啊，光做录播不太行，光做录播粉丝转化率太低了。这里来一个无影脚踢他一脚。哦，我知道，你给我拍了个月亮。我操！这么怕的、啊、直接交闪现。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养成，专家的标志就是精确。我再也不跟你不玩游戏，我的好，我打起来了。反正他们不是。人人有自己的位置，光辉有威。其实我也是靠集锦火的，主播也是靠集锦火的。你别想着直接越他呀，哥们。权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这不会打动我回怎么办？我这一年没出过集锦了，好像我这一年没做过集锦了，确实是，怪不得我一年没涨粉。其实录播是不涨粉的，我就有工作了，集锦才涨粉。对哦，我操，我视频思路出问题了，佳怡。主播真火过吗？20年还是火过的，好吧，20年21年火过。关注你的时候就是你最火的时候。是的。可能不止一年没做基金，可能真的可能不止一年没做基金。大哥，你什么意思啊？生命无不终结。做基金去了，录播放一放吧，录播慢一点吧。我先清素材吧。哎呦，吓死我了！是吧？拉扯。哎哎，今天下播就再去清一下我的素材吧，我看看能拖个集锦不。有点多。控制力强，六来。嗯，集锦真得点。我发现我观众，我仔细一想，我他妈我总督都是，我之前总督都是看我集锦来的。你不会想出现在我的名单上的。就仔细一想啊，主播的老板全部都集锦来的，怎么能不做集锦了呢？这不是背叛吗？说好的耐心不是一种品质。而是唯一的品质，技术服务于计划，而非目的。妈的，妈的，你可。哎，好恶心，这两个东西。帅，卡莎。下班是我的休息时间，脑袋放空时间，老板。
直播了一天，下播脑袋需要放空一下的。我下播比较喜欢听歌、看电影，然后吃饭，然后才在剪视频。啊！没有见到猪公，想死。他们的任务将被终止。我的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混乱。下半天的一手脚完了。这不过是我的专长而已。有耐心才是好运，否则就是好运。上路结束。好。今天先搓个集锦吧，看一下，我继续收集素材吧，然后看一下整理一下素材。我素材搜集的不少，但是没怎么整理，我到时候去整理一下，今天晚上整理一下吧，然后找人剪吧。啊？你要大？我说我有大招，你要大炮吗？OK， 没问题。能给一个。哦。哈哈。没有了，大招没了，给他们打家用了。给他们打家用了，这老头怎么这么吵呀？他们不服气呀。小伙子好像有点不服气呀。是不是帮你晋级一下？明天吧，今天应该没时间了。没有，就是主要是吃完饭真的很困啊，吃完饭真的很困，就真的脑子做不了视频，你知道呗？作息问题吧，或者什么问题？再试试吧。啊，这个死风泥，不是。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等下说工作效率不高，我剪视频工作效率真的很低，特别低。接纳了我的使命。都会这样的，我说他也不是我一个这样，我认识其他主播他们也这样，剪视频的时候剪着剪着就开始去逛逛这个逛逛那个。哎呦，卡莎要死了。他们对我来发现问题，我来然后一举扫除。An ally has been slain.给他来一句操作你。哥哥们，你真的好。好搞啊！我说出来这句话，怎么说？下路笑我这样不？随便吧，暂时不笑，他们已经刷过了。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我天赋带错了，这没事。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你就是通往结局的路。好吧，我在我的茶杯里看到过更大的漩涡。怎么有人踩人的呀？他怎么不上来打你？我大招都准备好了。我好像错过你。对于皮城的问题来说，我就是解决方案。
这也不能全怪打野吧。换整根本换不过我们打野，就是不来，对着队伍。给别人打野整无语了，我说的。为仆则忠，为主则道。这波真给别人打野整无语。玫瑰少年在我心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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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有点想出去玩。放松一下脑子，感觉好长时间没放松脑子。暴力是了打野插剧。这是拱火啊。怎么还有拱火怪啊，我的天哪。啊，不行，我怕我打字到时候他们直播我。我打字。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由我来分。怎么说，要不要给对面上单一个机会，让他跟我 solo 一把，给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意义上的换血。我他妈我一直存在那里聊天，你知道吗？我都没看到他升二级了。那不只是聊天了，那是压根就游戏就没再带脑子玩。我们都有底线，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对，你怎么就把他杀了呀？我还想给你哪一口的。想蹭助攻是吧？啊，你看我就五个助攻，怎么说好意思的？要不打完再试一把 solo。好吧，拉他来一把。啊，这对线玩的确实也还行，这剑就玩的不算太差，知道吧？这剑就玩的不算太差，有一说一，他玩的其实还挺好的。哦，好，不是我说，我他妈我一级，我跟弹幕聊天聊嗨了，我都没。已经是我说我一级对象，我接近的没看屏幕在玩游戏了，你知道吧？我的命令非常清晰，等待启动。他嘴好硬啊！不是，他看我后期的操作都成了我后期操作强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前期没认真玩呢？这根本就没想到过一个问题吗？真相才是快刀，真相才是快刀，封不太住。玫瑰少年在我心里。哎呀，消臭了。机会只会眷顾等待。专家的标准就是精确，定义你的不是武器的真谛，还是作为你这个人的方式。回家，没蓝。我怎么感觉他不敢来啊？我怎么感觉这剑就不敢来 solo 呢？算了，回家吧。我来抓你，跟你玩。黑暗给光明以身。我擦，我们
我刚刚切出去瞄了一眼微信，突然发现我们提督之前提督跟我说了一个高中的一个班主任上班的时候猝死了，我操，真的吗？老师猝死了，不是学生猝死啊。公平对决，我不欺负你了好吧，我这三件套打你跟他们大人打小孩捏小孩子一样。我虽然我知道老师的上课压力也很大，但是我操，整到猝死真的有点夸张了，真有点那个的。我还没看他具体给我发的图片。有时候双方是一个人，我知道老师很累，因为我那个老师他要备课呀，然后各种对吧，再加上是高中的。精准是唯一。这个剑就是有操作的，他不是没操作，他这波想法很好啊，直接 QW 碰死我一，他被我左位扭了他的 W。 你也很累，你说你累真的吗夹子？好，他夹子来收了。真男人大乱斗好吗？哎，别搞偷袭啊，我操，记得把我拉进去观战，谢谢主播。好哎，我一滴呢？哎，不是，我操，我打字被偷袭了。哦，我看一眼他发那个消息。主播，是弟弟。哦，还是班主任，他都不是说什么老师啊，而且还是班主任。我的发。不要动。这太惨了，我说是。悲剧啊！我就不应该这样子的。累到吐。假扮无辜真是浪费时间。打团的时候主包在哪里？我在复活，我在泉水里泡温泉。就知道跟弹幕聊天，哎，队友的时候怎么会呢？怎么会呢？哎，怎么会呢？我们全部的都是永久和打野两个，哎，他拼起来做了一点点。乐大，你想跟他们操作吗？可以支持。可以。好，算了，四个人。操作的话得先把 AD 杀了，不对，他们 AD 没来。我不会被误导。AD 在，可以去了。算了，我不操作了，我要死了丢大龙啊！等会要输的，稳一点好呗。怎么说？敢动不？敢动不啊？哇，刘白，你太有团队精神了！天哪，这么有团队精神的人，我哪里找到过他？哎，好杀了！要不赶紧地站搜索刘白康米尔。来吧，我把他们 AD 杀了。你们是大龙吧？我到这里勾引他们。好的，要大提醒。手上的任务。大龙快打，快！好，拿下大龙。牺牲好吧，
纯牺牲。主播江叔这么多粉丝，什么都考虑。江叔在哪？我看一下。啊？啊？你在说什么？江叔。我没去过江苏那边。南京就是江苏的省会啊。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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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真的假的？啊，南京就是江苏的省会是吧？那我去过呀，我去过南京，还是冬天去的，当时还下雪呢。哎，我操，南京，完了，我是不是被骗了？什么？安徽是我们南京的，不要乱说啊！安徽是我们南京的，地级市。他妈的，别骗我呀！本来他妈地理就差，再被你们骗几次，人要晕了。我靠！快点！哎，我受不了了。本来地理就差，别骗我了，别骗我了。秩序因我而存在。对，南京不是直辖市吗？对啊。哎，我受不了了，怎么别骗我了？什么时候是直辖市？我。不是吗？是南京，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啊！我他妈就是南京人啊！江苏省南京市，没错啊！啊，对啊，南京市确实啊，江苏省南京市啊！哎呀，完了完了，受不了了！哎呀，受不了了！重庆我肯定知道哪的呀，重庆四川那边的吧？但是我觉得重庆也是重庆是独。就是那个重庆是单独的一个市，对，成都是四川省会，四川的啊，打我，啊，要被弹幕骗骂了。我感觉这剑姬不敢来偷了，怎么办？我都把他打得太猛了，太狠了。他已经看出来，应该已经看出来我是高手了。他估计是不敢来了。对，重庆的直辖市。